Nop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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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Pokemon Go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来打这个火箭队啦。好久没有打火箭队啦。OK， 这边又讲一句很鸡巴的话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又要选什么啦。这边我们为什么他一直给我派请假王啊？真的很奇怪，明明请假王的小招都没有伤害。我们看一下要派哪一只啊？这只经典，好不好？这攻速超快的，我们全部塞野战术，好不好？那么就进入第一回合的战斗啦。啊，第一回合派出的是什么呢？女王啊？好吧，反正这随便打都能够搞定他嘛，对不对？那血量是有 100D 是不是啊？那什么血量那么厚？哦，干掉了，应该是我的幻觉。好，在这边再发动一个大招，忍受觉得这招是超好用的，你们自己看，瞬间秒杀啊！好，再来第三只就是蚊香蛙皇，是吗？那这边呢？对，我又可以发动大招了，这大招是很 OP 啊！哦，瞬间掉一半。再来，我们看这个机器，哦，这个每几秒又能发动一次大招啊，这个真的很强啊！那这完全屌了这个火箭队啊！好啦，你可以下台了啦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奖励吧。一定都是500星辰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？果然真的是500星辰。好，这边七颗球。这边，哎，不是射尾哦，我要射尾女王啊。不过这是 CP。也算蛮低的 ，nice duel，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哦，我们抓到这只鱼王了，这么快啊！我们完成一个田野调查课题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 IV 好不好？好吧，顺便进化一下，解那进化任务，不管它 IV 好不好，就直接进化之后就直接传送掉。好啦 ，IV 好的我还是会留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再来看一下他 IV，
反正那颗像素也都提升2而已嘛。啊，就卖掉。那我们就下面一位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道馆啦、啊。这个道馆有樱花哎、欸，那这个道具会不会比较多啊？啊，火箭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他会派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啊，反正我们就随便派好不好？嗯，这样子应该也是可以打赢的吧？我觉得大概就是随便派也都能打赢他。好，就这样子，三只老斑。定给你死哎呦哎呦超音符欸，那完全不是班吉拉的对手啊，我们看有没有这翔耗得非常快啊。好 OK， 第二只大嘴符欸，来啊大嘴符，吃我一发咬碎吧！也是一样，欸，没有下台哦，还是说我的咬碎太弱了？好，第三只，喵喵草，好啦，一样，这边一样送他一发咬碎就可以直接送他下台了。欸，还真的嘞，那我们就又赢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老牌奖励，一样是五百星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欸，一样七颗球，有捕捉的是。超音符啊！你为什么要给我抓超音符啊？来，为什么丢不到？嗯？来，是我失去手感了吗？我已经丢三颗球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奇怪啦、啊，还闪呢、欸！来，丢不到啊！等一下剩最后一颗了啦，这个再丢不中就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候就差不多到这里，说各位观众，我是贝绕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